高位的工作同志，都满怀着我们后方长官、亲友和家人们的祝福。在前线新战中心工作的同志们，也放弃了跟家人团聚的机会，仍然不眠不休地在担任召唤匪军弃暗投明的神圣任务。走到金门的街头，似乎欢度春节的气氛更为浓厚，满街看到的都是新鲜的应节的蔬菜和鸡鸭鱼肉。当然，这些新鲜的年货绝大多数都是金门当地的产品，也有许多是早在春节来临前的几个星期就从后方运来的。从各商店门口堆积如山的货品，以及熙攘来往行人满足而愉快的笑容来看，可见金门地区近些年来的繁荣和进步。在前线最能点缀春节气氛的这些五花八门争奇斗艳的民间艺术，已经三五成群的在大街小巷出现，每一天从早上到晚上，锣鼓声比起此落，响个不停。